没有，没有哈，没有。我就是当时的那下在那边紧张，踩完了也就傻了，啥事都没了。再来紧张的都说错话了。他一直在纠结钱财的时候，他说给家里排序。我说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个家庭，我就说希望大家喜欢我。很荣幸能参加这次节目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个宝宝第一，我第二，嘉好第三，我女儿第四。喜欢你不对吗？也没啥问题。我就希望大家喜欢我啊。